钟时间，在这一堆犬子里边找出一个大字来，告诉我他在第几行第几个。如果你能找到，你欠我所有的账一笔勾销。那我要是找不到呢？找不到，免费给我打扫一天小卖部所有卫生，玩不玩？来，我看看。5 4 3 2 1，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大字，你又骗我给你打扫卫生的，我不玩了，走了。还我骗你，一点事不老实就有好使吗？来，宝宝们，你们告诉我，这大字在第几行，在第几个？